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灯引，就是做灯引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啊。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现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作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加持。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G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G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G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nkhen tsayo noroda, eom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nkhen tsayo noroda, eombadama hyamana soha.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nkhen tsayo noroda eombada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经解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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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首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紫檀香花呢就是有绿色和光色，就首先讲的是这个绿色，在这个宋词当中这样说的，自身欢他身失故业务难，自身过患多他身共得广，只以当修学爱他弃我者，自己的这种自己的快乐和众生的这种痛苦就是想教化，那么对自己的这种执着和对众生的执着呢就是想教化就是这个交换呢实际上是也不是很困难的。我们先呢应该了解就是它的字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就是自身和这个他身，它这里自身他身呢不仅仅是这个身口语当中的身体，也就是说自己和他众吧，就是那么自己和他人呢就是应该这个相换，就是这样这个互相就会交换位置，互相交换位置呢实际上是
也是不会很困难的。你时间就是长了以后呢，不会很困难的。当然，在这里这个相反呢，就是有几个方面，就是以前的一些大德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身体方面这个交换的，还有这个甘肃的苦和乐方面这个交换的。然后呢，就是爱智方面，就是你对这个对他的自己的爱之主和然后他人的爱之主，还有呢就是善恶方面这个交换。啊，就是有几种这个交换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方面交换的话呢，那么别人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痛苦啊，我的这个身体来代受，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痛苦和快乐啊，要互相这个交换，就像让着他把尊者所说的那样，就是我们呢应该这个默默的这个承受，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快乐呢，就是自己或者是间接奉献给一切众生，就是这样，就是将自己的快乐奉献给他人的痛苦呢，自己代受。就是有些修行契约的修法里面呢，就是我们呼吸的时候啊，呼吸的时候呢，就是将那个气呼出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也就是说吸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将别人的这种痛苦就自己带出，然后那个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将自己的快乐就是送给众生，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修法。所以是它是这个苦和乐呢，就是互相这个交换为止的。还纵观鲍曼伦的一些交易的话呢，就是将这个别人的这些罪恶，就是罪恶呢，就是自己带出，然后自己的这种善根呢，就是全部就是给众生啊，就给众生，就也有这样的。我们本论里面就是非常这个颂词当中也是明显的这个说明呢，我们无始以来只是对众生是这个漠不关心，对自己呢就是极其关爱。那么从现在开始的话呢，就是对众生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关爱，对自己的这个担着呢就是逐渐就是淡化啊，就是应该是从这个制作方面呢就是互相这个交换。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前面就是剖析过这个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波罗蜜多要圆满，就是一定要依赖于这个众生。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众生也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修持六道万行呢就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实行的。因此呢，这众生应该说是一切功德的这个源泉。以前恰嘎瓦格西也说了，自己是一切果实之根源，一切果实之来源，他人是一切功德之这个来源啊，就这说的是非常的这种圆满啊，就应该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依靠这个他众而这个产生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再这个强调啊，就离他的这个功德，离他的这个重要性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
光速里面呢，就是将这个弦索发现和这个弦索它的这个事业。然后弦索发现分五个方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代数太库。代数太库的话，代数这个太库呢，也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代数太库是这个盈利的。然后这种退市啊，就是不论代数这个刚才阿罗汉一样，刚才那个小萨米一样，不论就是代数别人的痛苦呢，就是不盈利的。舍意就是分三个方面，首先就是代数他人的痛苦盈利呢。分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第一个呢，就是你党代数，众人皆人许，俗主施神者，如舍何不许？有情众生分。那么我们下面呢，也一定要这个剖析这个问题，这个众人都应该这个承许术和教啊等等，就这些是身体的部分，但是呢可以制作为这个身体。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所有事件当中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众生的部分，就是也可以呢，就是用我的众生来就是设置啊，就是我可以呢，就是有这种我的众生来就是制作。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中人呢，就是大家都这个清楚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虽然是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书啊、胶啊，还有这个胸部啊、肩膀啊，以及这个头部等等，就是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脂分呢，就是是组成的啊，就身体的脂分组成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腿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皮肤啊、肌肉啊、骨头啊、骨髓啊，就是很多这个组成的。然后就仅仅是一个骨头的话，那就是也是上节的骨头、下面的骨头，还中间的骨头，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部分就是结合的。但这些这个结合的话呢，在人们的这个分别念当中呢，就是这也是身体，那也是身体啊，就是比如说我的耳朵也是身体，眼睛也是身体，耳朵也是身体，然后我眼睛的话呢，摸得这样就这是不合理的，就是然后耳朵也是身体，应该眼睛也是身体，我又不行了，都摸到眼睛了。那这样我们就所有的这些身体的部分呢，就是执着这个身体，这是合理的啊，就大家都任何一个众生呢，就除了一些牦牛啊，就是可能是不能辨别就是真正的一些名词以外的话呢，就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类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是我的这个身体啊，就树也是我的身体，教也是我的身体，土也是我的身体，全部有一个身体的这种制作来这个就是终极啊，就是把它就是就归为既有，就是一个本体，就是这样的制作呢，就是合理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所有的这些怎么说啊，就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啊、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都是我的众生呢，就是可以的啊，就这是没有任何不可以的。原来呢，我的这个制作呢，就是啊，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就是这是我的家，就是这样讲的。然后这个再稍微扩大的话呢，就是这是单位的话呢，啊，这是我的单位，这是我的学校，就是我可以这么说的。然后再如果扩大的话呢，啊，这是我的国家，就是这么讲了。然后这个再扩大的话呢，这是我的地球上的众生呢，是这么讲的。但一切呢，就是我们好像这个观念上呢，就是这个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没有这个实际当中去性质。那现在呢？就是从总体来讲，六道轮回的众生呢，就是可以用我的这个众生啊，我的这个牦牛，我的胖僧呢，就是全部都是用我来就是去执着。然后呢，从分别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类当中也是，所有的人类都是说是我的这个人呢、啊，
这是我的这个人，不管是原底也好，亲人也好，全部是我的人，就是这样来这做。然后旁生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有我的这个众生，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分别念。从这个层面上的话呢，大藏经当中也是有一个校正，就是观一切有情，自他无别。通体大悲啊，就通体大悲，我觉得是所谓的通体大悲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的，一切有情从自己他的感受上面来讲，真的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啊。就以前这个台湾的很多法师也是经常这样，这个需要要大家修通体大悲。通体大悲的话，自己的这个身体和他种的身体，也就是说我的这个亲人的身体和原处的这个仇敌的身体呢，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作为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持。如果这样的这个修持啊，就不断的这个传习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呢，一定会是这个成熟的，因为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种这个观念，就是这种合理的观念的话呢，那就是绝对会修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能够代修，我们把这个众生的痛苦，或者是把众生呢，就是当作为这个自己啊，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并不是是就绝对不可能这个事情。于此我去传习成我所，如是欲他胜呢，何不胜我觉？有时候就别人认为是啊，别的这个人呢，就怎么会让他升起我的这个力量啊，我的这种念头怎么会能升起？那么众生当中呢，能升起的，没有什么不能升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无影驾合的神体呢，本来的是不是自己啊，不是这个我，但是呢，无始以来的这个传习智慧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众生呢，把这个驾合的无因住合啊，就全部都就升起我的这种念头。那既然你这个升起我的这种念头呢，也可以升起的话呢，那么为什么是不能这个升起？就是这是完全是可以的啊，就如是欲他胜，何不胜我觉？那么其他的这些众生的话呢，怎么会是不能这个升起我觉呢？应该是这个可以的。因此，我们无始以来是对这个无影的这种加贺的升起我的执着的话呢，那么对其他的众生呢，也可以让升起我的这个执着。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理念智慧的话呢，那么从此智慧呢，就是看见其他的众生受苦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帮忙的。关键呢，就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升起来我的这种这个我所的这种念头，而且这个非常关键的。但是这个呢，就是通过也是传习，通过这个教研呢，就是也让这个受持的。从真正的根本上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执的是我的这种念头。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执着为我的话呢，那其他的这个众生，那为什么是不能执着为我？其实你这样的我所去执着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这样的这个我所执呢，还是对你的这个修行是有帮助的、有利益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修道过程当中是不用抛弃的。
果把这个众生当作我的话，那就是也有很大的功德。骨髓莫他离，然我较紧气，如人自为舍，未曾攀回报。那么就下面呢，就是说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呢，其实这个功德呢就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这样的这种心里面有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菩萨呢，虽然他就是一直这个想着就是是这个利益众生，但是呢就是不会有这个骄傲啊，就不会有骄傲啊。他认为呢，就经常自己这个吃饭的话呢，就是不会有就盼望什么回报一样的。就这种菩萨呢，我觉得是很难得啊，就大家一定要清楚。如果我的内心当中真的要想帮助众生，想度化众生啊，这样的这个理念有的话，那他虽然在这个行为当中啊，就是每时每刻所作所为呢，就是全部都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但是他自己呢，有没有这个傲慢心，有没有这个骄傲呢？就是绝对是不会有的啊！就自己呢，好像是这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就我度化众生和我帮助众生呢，这就是我的这个责任，这就是我的这个义务。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他没有什么可想的呢，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和为自己的这种这个事情呢。啊，没有什么就是可想的，也没有什么可做的，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大乘菩萨呢，真的这种行为是非常这个值得学习的。我们实践当中，国内外的很多高僧大德，所作所为都是完全是随着这个利益众生而转的。除此之外的话呢，连这个盲众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目标和其他的这个想法，只要是众生获得快乐的话呢，那自己都就非常的这个欢喜。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今天呢，说到了就是获得这个诺贝尔奖也好，获得了这个什么样的这种待遇啊，或者是展腾奖状的话呢，那自己就是没有什么啊，我是很了不起啊，就是没有什么的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来讲，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就很多大家都可能知道，是我们学过这个光转的人呐、就是学过十尊光转的人呐、都知道是佛陀在印地的时候，每一次就是帮助众生啊，就是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大的时候呢，他也不求什么这个回报啊，我今天帮助他，他明天就是帮我，就没有什么无条件的，也不说什么我今生当中做这么好事，来世呢就是让我获得一种快乐，就也没有这样的来世的这个艺术过报，什么这个条件都是没有的，这是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只要众生获得了这个快乐的话呢，这就是他的一种这个回报，就是这是一种，所以呢，利益众生和就是自己的这种事呢，就是就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呢已经胜过自己。所以那个金庄论的那个这个唐义里面吧，就是也是大概这样讲的，就是他自平等心，爱自于彼身，如是有神相，而你何差别？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一般这个菩萨呢，就是自己和他人呢，就是修持这个平等心，就是甚至呢，就是爱着这个众生的心呢，就是更为这个超生了、如是这个超生的这种想法，如是超生的这种想，甚至就是超生于他的这个相啊，就意思就是说呢，众生和自己呢，就是完全都是相等的，甚至作为这个菩萨的话呢，已经就是超过了自己啊，就对自己呢就是不关心，就是对众生呢更为关心。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和自己呢就是无有这个差别。那么这样做的菩萨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是很稀奇的。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菩萨的话呢，他离众生呢就是作为他的一个，好像平时我们这个吃饭呢，我们这个吃饭的话呢，有没有啊，我今天就是用这个手来就是吃饭，那么自己对自己应该就是汇报啊，我这个你这个书啊，我应该感谢你啊，就是你今天给我这个送饭呢、没有这样的，就吃饭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每天就是日常过程当中应该就是做的事情呢。那同样的道理，菩萨这个利益众生呢，不需要这个感谢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啊，非常感谢你啊，就帮助啊，就不需要帮助，就不需要就是感谢，就应该就是像就这样是你发好的发菩提心，就利益众生就可以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才算是真正的菩萨的这个行为。
下一个颂钵呢，就是是交界，就是代赦，然后就最后呢，就祭天菩萨就是交界我们呢，一定要就是代赦众生的痛苦，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该就是做的事情呢。唯如烟不逊，我也身反活，如是欲众怎当系悲乎心？那么我们怎么样这个为护众生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别人给你说一些这个不好听的语言呢，这个出言不逊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一般人对自我的这个维护和自我的这种保护呢还是很强的啊。别人说你的这个过失啊，你的这个鼻子有点大，你的眼睛有点小啊，或者说是你的这种这个身体呢就是不好看呐、啊，等等，一说的时候呢，马上就心里面就是产生一个很不欢喜的这个心呐 啊就开始进行就是对他反驳啊，就心里面就是不高兴。这是每一个反驳人来讲，是一说自己的思考呢就特别的痛苦，就是一说别人呢，尤其是对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说过时呢，就是我就心里比较好受一点啊，就是或者说是说自己原恨的敌人不好的话啊，那大家都开心的不得了，就是是就是这个人不好，当当当，就是一直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呢已经发了菩提心了，发菩提心众生呢就全部是当作自己的，那这样的话呢，以前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自己呢就是受一点这个别人的欺负啊，或者受一点别人的这个不好的待遇的时候呢，你马上爆发雷霆，马上呢就是非爆出不可，那这样的话呢，一个凡是就是我所有的这个有生命的这些众生遭到这个迫害啊，遭到这个一些危害的时候呢，那你应该像自己那样就是对待，这是一个我说的这个关系。就如果我就这个我说呢，就是逐渐对所有的众生的话呢，真的是当这个弱小的众生也好，或者是对我没有任何关心的，甚至呢就是一些可怜的这个小动物啊，那他们就是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就是会这个心疼的啊，就是会感受呢就是不舒服。就是我觉得以前那个苏东坡，就是苏东坡的一句话呢，就是也是很感人的，就是他说这个扫地呢就是细去路也，什么名额撒着灯吧，就是撒着灯，就是他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扫地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要看着这个这些蚂蚁啊，就是路蚁啊，就是很可怜的，就是应该要向着他们的。然后我们这个经常呢用那个纱布呢，就是把这个灯啊，就是做这个灯罩啊，就是害怕呢就是飞就是扑进去，古代的时候呢就全部都是用灯火，就是所以像这样的这种观念呢，应该是具有这个慈悲心的一个象征啊，就是这个摩诃那个智观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七大慈悲哀痛医治吧，就是七大慈悲哀痛医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升起了大慈大悲心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啊、就像是跟自己的这种孩子一样的啊，就是真正的这个同体大悲心呢，就是自然升起呢，你光是说是同体大悲心，但实际上到底同体的是哪些众生，没有任何那种这个信念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